是的，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2点的活力 DJ 时段，而马上呢在早上的10点48分，请你听见今天的新歌首播。这是杨宗纬呢即将为这个最台湾的一部音乐旅行微电影呢所亲自填词演唱的最新单曲，来听见杨宗纬的歌《未央》。没做什么事的已经看见接近夜晚的夕阳。行囊都在停住，要我珍惜在绿地的时光。多可惜，在旖旎的地方，也只能独自跟心扉对话。荒唐的人生呀，太过无常。地下塌，然后又开始各种热闹，一路走一路唱那首未央。难道我还在寻找所谓的地久天旅游来担任形象推广大使的杨宗纬，这一次呢跟这个陈建奇两个人所一起合作，带来这一首非常非常动听的音乐上的创作单曲，叫《歌未央》。